no! Huh? Oh, blah, blah, blah.是不是武器啊？我们赶紧打开看看。Let's go。是一个蓝色的战士。哼哼，这一看就是一个力量型选手呀。他的手部和腿部都可以无限旋转。Cool。而且啊，他的膝盖的位置还可以进行弯折呢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个已经是一个变形玩具。那我们赶紧开动，给它变形一下吧。Let's go。你们看这个滚轮，还有这帅气的炮筒。不对，等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好像是辆坦克啊！难道是我们变形错了？ Oh no！ 那我们再试试。但是还是不对呀。肯定是大手怪的问题。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对了，朋友们，记得点赞收藏，给我加油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